我们先把西瓜这样碾碎。别人的那个西瓜汁都是榨的，你这个是压的。这是机器做的，手工做的呢，难怪你这。你去看一下那个，比如说藏区的那种，弄戒指啊，弄一些配饰的那种，去看一下那种做的那个地方，然后去看手工和机器做的哪个贵一点。手工。对啊，全程手工。你给大家展示一下吧，你是如何手工压制的。把这个压制。这就不是刚刚好，把西瓜多一点，好喝。差不多可以了，然后到，怎么样，你们觉得？你感觉如何？再加一瓶啤酒。然后加一点，冰的话特别好。刚刚好。夏天的话，这样喝的话特别好，降温。比如说，这样拿一些自己喜欢的水果呀，然后配那
自己喜欢的饮料，然后就倒在一起喝的话，特别好吃。我这是我自己觉得有点不好，太大了。比我头都大，尝一下，太好喝了。就加一点那个冰的话，感觉特别好，这个有点甜。所以你还是不是很喜欢特别甜的东西是吧？对对对，我觉得太甜了。这些办法全部都用好了，还要不行的话，在家吹空调。真的夏天的话，我特别怕，因为夏天在城市里面特别热。但是有工作不来呀。但是夏天的冬天的话，真的夏天和冬天的话，我是我的话，我选一个的话，我选冬天。冬天的话穿比如说冷的话，可以穿好多衣服，比如说烤火呀，穿衣服呀，或者贴那个暖宝宝呀，用尽全力想办法去哪里躲。但夏天的话，什么办法都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上次我们在那卖那桃子的时候，太热了，热的不行了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冬天的话，我没办法。现在这个季节，礼堂应该很美吧？现在这个季节，礼堂很美，特别特别美，哎呀，特别美。下次我带你去吧，再一趟。上次摘桃子有意思吗？摘桃子，摘桃子有点意思。天气没那么热的话，有意思。但是特别热，整整都舒服。
你喜欢吃辣椒吗？喜欢吃辣的吗？喜欢。那你说你喜欢吃辣的又喜欢吃水果，为什么你不能接受？为什么你不能接受水果和辣椒在一起呢？水果是那个甜品，嗯，辣椒和水果混在一起，不想说了。他们有人说喜欢那水果和辣椒在一起，但我不喜欢。你要不要试一试？下次有机会我给你，让你试一下。试不了。比如说你吃个那个糖，然后吃个辣椒，你觉得感觉如何？我可以试一下。我试不了，不行。你试过榴莲配饭吗？没有。榴莲说出来了我都怕，你们还说但是可但是我们上次是不是吃过那个芒果糯米饭，记得吗？吃过。你觉得怎么样？那天我们吃那个芒果糯米饭的时候，我吃的全是那个分出来，然后我吃的是芒果，我没吃那个米饭。因为我，哎，我觉得那个芒果和米饭混在一起，哎，太甜了。芒果是甜品，然后米饭是放在另外一个，然后就可以吃呀。那酸奶拌饭，酸奶也是甜品啊？酸奶不是甜品。这你搞错了，酸奶是，你喝过牛奶吗？哦，牛奶和酸奶来历是一样，你知道吗？酸奶的来历是牛奶上面来的。所以你有多久没有吃酸奶拌饭了？没多久。想吃吗？想吃。开玩笑的，我吃前几天我就吃了。我问你们一下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降温和防晒的办法？说一下。西瓜。
他们说不出门，不出门怎么工作呀？你们不愿意去工作吗？我还有一个办法，可以游泳，去游泳。有什么办法说？他们说还有那种挂在脖子上的电风扇。电风扇的话，我觉得太热了的话，没啥好用，没啥好处，吹的全是那种热风。就说你会游泳吗？会，我带你去。我教你，我可以当你的教练。开玩笑，我会一点点，我不是，不太那么会游。为什么？说还有那种降温贴，你试过吧？试过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，比如说贴在那这额头上，但是这贴的那部分，那部分分那特别好，但是其他都还是不行。说那个降温贴不是很好用。对，你们说对，我也觉得不是。头发剪短了，是不是凉快多了？你也剪啊？开玩笑，可以啊，凉快多了。不然的话，我为什么剪头发？因为我在去那种地的时候，那天特别热。我那天说，我想的是脑子里面全是。回去我一定要把头发剪短。那几天我每天都想的是这个，我一定要把头发剪短。长头发特别不好吧，整个人都热，然后容易比如说是我的话，容易出汗，然后头发都是，然后全部都飘在这眼睛上面，然后他们说城市里面都好热呀，他说你的家乡那边很凉快。对，
但你们热，特别特别特别热，然后实在是没办法的话，你们可以回礼堂，去高原，直接去。去高原去过夏天，哎呀，特别舒服。对，老家，回老家的话，特别特别舒服。礼堂，明天就回。13766666666666666，现在我把所有的避暑的所有的办法全部都教好了，现在我要回去睡觉了。我明天还要去回去呢。明天还要。